今天咱们接着学英语口语，看这个句子，of course，翻译成当然啊。这个 course 呢，它的原意指的是一个课程或者一个过程。这个 of course，这个 of 呢，原意指的是什么什么的，或者你可以翻译成属于。它们两个加在一起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对吧？搭配的这种适配性啊，就是 of course 就是当然的意思，还可以另外一个词来代替它，就是 certainly。Certainly，certainly 啊，也是当然啊，都可以指一个意思。下一个，it's okay 啊，it's okay 啊，这个一般指的是我们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对吧？咱们说 sorry，对不起，然后对方就说 it's okay 啊，没什么。Slow down，slow 是慢的啊，或者是当动词减慢，那么 down 呢是向下。所以说向下慢啊，就是速度降起来，它翻译成慢点儿啊。下一个是 hurry up，hurry 是一个形容，是个动词，赶快啊，up 是向上啊，赶快向上啊，就是快一点。下一个 take care 啊，这个 care 是一个名词，小心的意思，take 是拿小心或者采取，这个 take 可以当采取讲采取小心这种状态，就是多保重。OK，下一个，Do you have $1？啊，这个一般在美国的时候，在街角处有些乞丐经常问，Do you have $1？啊，you 是你，have 是有，one 是一个，dollar 是美元，这个 do 呢，助动词不翻译，就是说你有一美元吗？有的人还说，Do you have one quarter？这个 quarter 它翻译成四分之一，或者翻译成一刻钟，OK？那么一美元的四分之一就是2毛5啊，在美国这边叫 a quarter 啊。你有一个2毛5分钱的硬币吗？啊，这样的乞丐是比较客气的啊，他不冲你要一美元啊。以前有一位老先生问我这个问题，Do you have one quarter？然后我给他一美元啊，感觉他。彬彬有礼，而且还能讲汉语啊，所以说给他一美元。下一个，Give me $1, please 啊，Give 是给，me 是我啊，是宾格的我，给我一什么，one 是一，dollar 是美元，please 是请啊，所以翻译成给我一美元请。下一个，Give me a quarter, please 啊，quarter 啊，2毛5啊，给我一个。2毛5的硬币，请。OK，下一个是 I'm homeless，我是无家可归的。Home 是家，那么 less 呢是一个后缀，表示否定啊，不啊，没有家的意思啊，不或者没有啊。这个 home 是家，这个是没有，就是没有家。I'm homeless，homeless 是一个形容词，无家可归的。I need your help，我需要你的帮助。Need 是需要，那么 your 是你的。Help 是名词帮助，下一个，Do you have a cigarette？你有一颗香烟吗？这个 do 呢也不翻译啊，助动词，你有一颗香烟吗？Cigarette。那么这个词的前五个字母是 cigar，cigar 是指雪茄，那么 ette 呢是一个后缀。表示比较小的东西，那么雪茄比较粗，那么比较小的雪茄呢，就是什么 cigarette 香烟。下一个，Do you have a lighter？Lighter 是打火机，注意这个 light light 指的是光线，那么一二呢是什么什么的物件，什么什么的人，OK 可以让它发出光线的这个物件，或者说一般在古时候一般发光的就是火嘛，那么火的。这么一个物件就是打火机，啊，你有一个打火机吗？这一般是在路边，有的人吸烟，他没有打火机了，那么问你有没有打火机啊？这样的，it hurts 啊，那个 it 呢是一个代词代替，它一般指一个伤口，这个 hurt 注意它加 s 了，表示它的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那么在一般现在时里呢，那么动词加 s，不过这个不懂也不要紧啊。这个 hurt 是伤害的意思，动词还可以指疼、疼痛，所以这里呢就是它疼，这个伤口疼。那么下一个是 they hurt，注意这个 they hurt 是 h u r t，那么这个 hurts 呢是 h u r t 加 s，对吧？它们是不同的。注意啊，这个他们疼啊，指的这个伤口呢不仅仅是一个，对吧？
上面是一个伤口，这个呢是好多伤口，或者两个或者三个以上的这个伤口。下一个是 try again，那么 try 呢指的是动词尝试，那么 again 呢是一个副词再一次，对不对？所以说尝试再一次啊，你可以再试一试。那么另外一种表达法呢就是 try one more time 啊，one 是一，more 是更多的，time 是时间，这里呢指次数，more 是更多的，time 是次数，更多的一次，对不对？one。More time 就等于 again 啊，再试一次。Try one more time. Watch out. Watch 是看，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就是 watch TV，对不对？这个 out 呢是个副词，向外。那么呢，它们放在一起就是在小心啊，向外看啊，不要只低着头啊，不要看屋里，要向外看。Watch out，小心。那么类似的意思呢是 be careful，careful 啊，咱们刚看了这个 care C-A-R-E，以前看的 care 啊就是关心。那么 F-U-L 呢是一个后缀，代表什么什么的啊，这个 care 指关心，我们关心一个人，就是我们对这个人小心翼翼，对不对？所以这个 care 呢还可以指小心。那么 F-U-L 呢代表的啊，小心的啊，be careful 啊，这个 be 呢代表是小心的啊，就是小心，be careful。下一个 what's up 啊，就是 what is up。What 是什么？这个单撇加 s 呢，代表 is 是什么是这个 up 向上的啊？What's up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最近怎么样啊，或者你有什么事儿啊这样的。Bottoms up 这个 bottom 把 s 去掉呢，指我们一个人的臀部，那么呢还可以指一个杯子的底儿啊，什么什么容器的底部啊。那么 up 呢向上，让底儿朝上。那么就指的是干杯，对不对？我们跟别人喝酒的时候，一般碰杯的时候呢，一般都是两个人以上，所以呢，每个人一个杯子底儿，那么两个人以上呢，就是好多杯子底儿，对不对？所以加 s 代表复数，bottoms up。下一个是 cheers，cheers 呢，在这里呢指的是干杯，那把 s 去掉呢，这个 cheer 呢指的是欢呼啊，那么加 s 呢代表一个差不多感叹词嘛，cheers 啊也是干杯啊。Don't move，注意这个 move move 是个动词，移动，那么 don't。就是 do not 不要移动，对不对？不许动啊！这个 do 呢不翻译，这个 N-W 加 T 呢代表 not N-O-T 是个否定副词不啊，不要移动。下一个是 guess what，这个 guess 是一个动词猜，那么 what 是什么？猜一猜什么意思啊？guess what 啊，你猜猜看。下一个是 I doubt it，那么 I 是我，这个 doubt 是一个动词怀疑，那么 it 是他，我。怀疑他，对不对？我对这件事比较怀疑。I think so. Think 是思考或者想，那么 so 呢是如此啊，这样我思考，这样我这样想，对不对？我也这样想。OK，下一个 I'm single 啊，I'm 就是 I am，我是。那么 single 呢是单身的啊，我是单身的，这一般指的是跟对方搞对象的时候可以表明自己的身份。下一个是 I'm available 啊，available 呢指的是可以获得的啊，那么意思是我是可以获得的，也就是说我是单身的，所以这两个句子意思是一样的。下一个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或者说 2019 啊，也有人读成 2019 啊，这个呢就是咱们所说的 COVID-19 它的完整形式。这个 corona，那么它的前两个字母就是 CO 啊，就是这个 CO。那么这个 virus 它是病毒的意思，那么它的前两个字母是 VI，那么就这里的 VI。那么这个 disease 呢，disease 指的是疾病，那么它的第一个字母 D 啊就在这儿，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 COVID-19 呢，它是由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由它变来的，所以这 corona 指的是冠状的，比如说我们心脏啊有一个冠状动脉，对不对？这个 virus 是病毒，那么冠状的什么病毒的 disease 是疾病，那么 disease 它来源于 ease，这个 ease 指的是安逸啊，那么它的形容词呢是 easy，easy 容易的，对不对？那么这个 dis 呢是个前缀，代表不否定，那么 ease 是安逸，那么 dis 呢代表不安逸，就是不舒服啊，得病的意思，疾病。那么2019年度的一个冠状的病毒的疾病啊，就是 COVID-19。OK，下一个是 keep it up，keep 是保持，那么 it 指的是这件事，up 是向上，保持这件事向上啊，就是坚持下去。下一个是 never mind，never 是一个否定副词，不要，绝不要。这个 mind 呢是一个动词，介意啊，不要介意，不要紧啊，never mind 啊，就一般是安慰对方啊，不要介意啊，没不要紧啊。Let me see，let 是让，是一个动词，me 是我啊，是一个代词，让我什么 see 啊，
原意呢是看，这里呢当想啊，这个 see 呢既可以当看见讲，还可以当想讲，想讲啊就约等于 think 啊，所以说 let me see 啊就约等于 let me think t h i n k 啊，让我想一想啊。下一个是 let me have a look，让我有一个看啊。这个 have 是有，a 是一个，look 是看，是一个名词，让我有一个看，让我有一个看啊，就让我看一眼。下一个 no problem，no 是不或者没有，problem 是问题，没有问题。给、okay? 下一个 that's all 啊，that 是那，只是代词，ws 呢是 is 是，那是 o 是 all 是都，all 是都啊，就这样，就这么多，那是就这么多了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地儿了啊，这个到此为止，that's all 啊，就这么多。你要想了解什么情况呢？我就知道的就这么多，that's all。OK，下一个，time is up。Time 是时间，up 呢是向上，那么这里呢，up 呢指的是用尽了啊。Time is up 啊，时间快到了啊，就这意思。Time is up。What's new 啊？什么是新？什么是新的？What 是什么？这个 WS 呢是，那么 new 是新的。什么是新的呢？有什么新鲜事儿啊？New 是个形容词，新的。那么它的反义词是 old，old 老的，对不对？Count me on，count 是动词数数，me 呢是我，那么 on 呢是一个副词，表示持续。啊，或者有的时候当介词讲，在什么什么上啊，算啊，查数，把我查进去，on 是持续，把我也持续的查进去，啊，算我一个啊，我也要加入一个游戏呀，或者一个活动啊什么的。Feel better 啊，feel 是一个动词，感觉 better 是更好啊，它是 good 这个词的比较级，good 是好，那么 better 是更好啊。Feel better 感觉到更好一点吗？身体感觉舒服一点了吗？OK，啊，以前咱们学过一个句子。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啊，现在你感觉好一点了吗？看下一个比较常见的，I love you。I 是我，love 是爱，you 是你，我爱你。OK，I love you。I'm his fan。啊，我是他的粉丝。Fan 它的原意是扇子，咱们夏天比较热，扇的扇子。那么这里呢是 fan。啊，咱们一般说粉丝，那么它加 s 就是 fans。啊，一般这个 fans 指的是复数。啊，his 男的那个他。啊，我是他的。这位先生的这个粉丝，下一个呢，I'm her fan 啊，her 呢女的那个她，我是这位女士的粉丝。下一个，I'm your fan，我是你的粉丝，I'm their fan 啊，their 是他们的，我是他们的粉丝。比如说，他们的是一个什么什么组合啊，那是三个人、四个人一起唱歌什么的，那么呢，我是他们的这个粉丝，这个团队啊，他们是他们的这个粉丝，fan 是粉丝。Who is calling？Who 是谁？Is calling 呢？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态，由 is 加上 call 这个词的 ing 形式。call 呢是打电话或者喊的意思。那么 is 呢就是它的原型是 be，对不对？谁正在打电话呀？对不对？就是对方是哪一位呀？比如说对方接电话，那么他可能说 Who is calling？啊，咱们就说 This is Tom。啊，这是啊，我这边是 Tom 在打电话，找的是谁？对不对？下一个 You did right，you 是你。did 是做，那么 right 是正确的啊，你做的对啊，你做的对啊。下一个，Can I help you？Can 是能，是个情态动词，I 是个代词我，help 是一个动词帮助，you 是个代词你，能我帮助你吗？就是我能帮助你吗？因为英语有的时候它的顺序是反的，对不对？所以说按照顺序呢，就是能我帮助你吗？下一个，Enjoy yourself。这个 enjoy 是一个动词，指的是享受什么什么的乐趣。那么 yourself 呢，是一个反身代词，指的是你自己。这个 your 呢是你的，这个 self 呢 self 呢是自己啊，所以说加在一起呢是你自己。enjoy 是喜欢或者欣赏，或者说想欣赏、享受什么什么的乐趣。祝你玩得开心，对不对？enjoy yourself 你自己啊，enjoy 是享受什么什么的乐趣，yourself 是你自己。下一个，excuse me, sir。Excuse 是原谅，me 是我，那么 sir 是先生，原谅我先生，OK 就是指的对不起先生。一般老外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如果路过咱们的面前或者身后呢，他们就或者侧面说 Excuse me, sir 啊，Excuse me, lady 或者 Excuse me, madam 啊，那么 Excuse 就原谅啊，原谅我啊。Give me a hand，give 是给，那么 me 是我，那么 a 是一个，hand 是手，给我一只手啊，就是帮帮我。对我施以援手啊，给我一只手啊，给我一个帮手。How's it going？How 是怎么样？怎么样
是它这个 go 是去啊，就是运行，怎么样是它在运行啊？这个事儿进展的怎么样啦？或者说你跟他交流的怎么样啦？I have no idea。I 是我，那么 have 是有，no 表示没有，表示不，表示否定。这 idea 呢是主意或者想法。我有什么没有，对不对？Have no idea，idea 是想法。I just made it，我恰恰制作了它。我恰恰这个 made 它的原型是 make，M-A-K-E 制作，这个 it 是它啊。我刚刚啊，这个 just 是个副词，可以当刚刚讲，还可以当恰恰讲。我恰恰制作了它啊，可以指的是这个事儿我做到了啊，我完成了它。I'm in a hurry 啊，我是在一个 hurry 匆忙，我是在一个匆忙的这么一个状态，我在赶时间，对不对？Hurry 啊，赶紧或者匆忙的意思。It's her field。她是这个女士的，这个 field 一般指的是田野、田地或者领域啊，我们的专业的领域啊。说她是这位女士的专业领域啊，是她的本行，对不对？It's up to you 啊，it's 是她是 up 呢，up to 一般是一个固定搭配，翻译成取决于 up to 取决于谁，you 是你啊，她是取决你的。下一个，just wonderful。这个 just 是个副词，恰恰。那么 wonderful 呢，是一个形容词，精彩的。如果把这个 ful 去掉呢，就变成了 wonder 啊，名词当奇迹讲。比如说，万里长城是建筑史上的一个 wonder，W-O-N-D-E-R 奇迹。那么这个 wonder 呢，还可以当动词，想知道啊，对什么什么感到好奇的意思。那么这个 ful 呢，是一个后缀，什么什么的啊，精彩的啊，奇迹的啊，精彩的。Just wonderful 啊，简直太棒了，太精彩了。What about you? What 什么什么的意思，对不对？About 是关于，you 是你，什么关于你啊？你呢？你的想法是什么呢？你想不想去呀？你有什么想法呀？You owe me one，又是你，owe 是动词欠，me 是我，你欠我一个啊，一个人情，对不对？或者我帮助你了，那么你就欠我一个人情，下次你要还我啊，就是意思。或者有的时候开玩笑啊，You owe me one，你欠我一个。下一个。You are welcome. You are 是你是 welcome 形容词，受欢迎的。OK，那么这里呢，就指你太客气了。这个 welcome 还可以当动词欢迎啊，比如说欢迎到北京，可以翻译成 welcome to Beijing，对不对？这里呢是个形容词，受欢迎的啊，主系表主语系动词表语啊，表明主语的状态是受欢迎的啊。你太客气了，你太有教养了。下一个，any day。Will do 啊，any 是任何，那么 day 是天，那么 will 是将要，do 是做啊，任何一天都可以做啊，哪一天都行。Are you kidding？这个 kid 咱们看一下，KID 在名词讲的时候呢，指的是小孩儿，在美国一般指的这个小孩儿啊，boy 或者 girl，那么统称 kid 小孩儿，对不对？那么 kid 还可以指开玩笑啊，那么它加 ing 呢，就是表明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啊，你正在开玩笑吗？这个 D 是双写的，因为它是重读闭音节，对不对？但是这个比较复杂了。重读闭音节就是说，两个辅音字母夹着一个元音字母啊。这个 I 呢是一个元音字母，因为英语呢26个英语字母。那么呢，这个 A E I O U 是元音字母，也就是咱们说的 a o e u，对不对？那么呢，但是这个有点复杂呢，不管它，就把它记住就行了。Are you kidding？你在开玩笑吗？Congratulations 啊，祝贺！Congratulations 啊，congrat。Congratulation，一二三四五，五个音节，对不对？祝贺啊，祝贺他结婚或者祝贺他取得什么成就。I don't mean it，啊，我不是这个 mean 呢，是一个动词，意味着啊，意思是。那么当形容词呢，指的卑鄙的啊，这个人很差劲儿啊，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是动词，意思是，it 是他，我不是，意思是他啊，就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啊，就这意思。It。Sounds great 啊，它这个 sound 呢听起来，那么 great 很好，很棒啊，它听起来很棒啊，听起来不错。It's a fine day 啊，它是一个好的天气。Fine 是精细的或者好的，那么 day 是天啊，天气不错。So far so good，这个 so far 呢，far 是远的意思，那么 so 呢是一个副词，如此。如此的远啊，其实这个 so far 放在一起呢，指的是目前啊，到目前为止，这个 so good 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如此的好啊，目前还不错啊，到目前为止一切还过得去，
So far, so good 啊，这个比较常用的。Is it yours 啊？它是你的吗？Yours 加 s 你的啊，是一个名词性的物主代词，它一般指的是 your bag 你的书包，your pen 你的钢笔，对不对啊？这个呢，就是说它是你的吗？啊，That's neat，那是什么？Neat 指的是原意是整洁的，这里指的是好，指的是棒。That's neat，That's neat 啊，主系表，那是很整洁的，那是很好的。Are you sure？你确定吗？那么这是一个主系表的，一般现在时，这个 sure 是个形容词，确定的啊。你是确定的吗？Do I have to？啊，这个 have to 呢是一个情态动词的词组，指的是不得不，不得不，我不得不这样去做吗？对不对？我不得不吗？我必须吗？我必须这样做吗？这个 do 呢是一个助动词，不翻译啊，这是一般原句。我不得不这样做吗？下边把它补全了，就是它的完整意思是 Do I have to do it？我不得不做这件事儿吗？OK，He is my age，他是我的年龄。这个 age 呢是个名词，年龄啊，就是他跟我同岁。下一个呢是 He is the same age as me 啊，这里呢有一个词组是 the same as，是和什么什么一样。这个 same 呢是个形容词，一样的。那么这个 as 呢指的是与点点点怎么怎么地，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他是这个同样的年龄，这个 as 呢还可以翻译成像啊，在这里翻译成像吧，像我一样，他是这个同样的年龄，像我。He is the same age as me. He is as old as me. 他是这个 as 点点点 as 呢，指的是与什么什么一样，中间加形容词 old 指的是老啊，年龄啊，老。他是一样的老。像我这样啊，就是跟我同岁啊。也有人说，这个句子呢应该翻译成 "He is of the same age as me"。在这儿加一个 of，加一个 of 呢，就是表明它是一个表语的短语啊。不过这个都无所谓了。其实，在英语实践中，对语法的要求并不严格，咱们只需要把这个单词的读音大体读准，对方能懂就 OK。Here you are，here 是这儿，对不对？是个副词。那么又是你是个代词，are 呢是个系动词，这儿是你啊，给你。一般，比如说对方需要，一个毛巾啊，咱们把这个毛巾递给他的时候，咱们说 Here you are 啊，给你啊，这儿你是，对不对？让你看这儿啊，这是你的毛巾。下一个是 No one knows，no 是否定，表示否定的不。那么 one 呢是个代词，代表一个人。那么 know 呢是知道，加 s 呢代表它的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的，一般现在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儿啊，或者说 no one knows it。那么这里呢就把这句话补全了，它啊这个代词代替这件事儿，对不对？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儿。下一个 take it easy 啊，take 是一个动词拿带走，对不对？it 是它，那么 easy 是容易的啊。拿它容易的啊，就把它看得容易一点啊，就是不要紧张。What a pity 啊，这是一个感叹句啊。Pity 是个名词，遗憾。那么 what 一般咱们说什么，对吧？但这里呢不当什么讲了，这就是引导感叹句的一个引导词。另外一个词是 how，对不对啊？这里呢就是 what a pity 啊，太遗憾了啊，就差了一分啊就能够及格，对不对？太遗憾了。Anything else？那么 any 是任何。那么 thing 是事儿或者东西，任何东西、任何事儿。else 其他的、其他的、任何的事儿、其他的、任何的其他的事儿，对吧？还有别的事儿吗？啊，我帮着你做一些事儿，做完了之后呢，我说 anything else 有没有其他的事儿需要我帮助你的呀？下一个 do me a favor，do 是做，me 是我，a 是一个 favor 是恩惠或者帮助，做我一个恩惠。做我一个好意或者一个帮助啊，啊，就是帮我一个忙吧，好不好？这样的，help yourself，help 是一个动词帮助，那么 yourself 呢，要是你或者你的，那么 self 是自身啊，yourself 呢是一个反身代词，反过来指自身，对不对？help yourself 指的帮助你自己，意思是别客气啊，你自己想吃啥你就自己自助式了，你就拿着餐叉或者拿着筷子就夹着吃就行了，不要客气，不要让我们来帮助你吃，对不对？下一个，I'm on a diet 啊，我是 on 呢是一个介词，在什么什么上啊？这里呢指的在一个什么状态之中，a 是一个 diet 是原因的指我们的饮食，那么引申义呢指的是节食啊，就是为了减肥，对不对？为了
减轻体重啊，不敢吃那些特别油腻的东西。我是处于一个节食的状态之中，对不对？我在节食。Keep in touch，keep 是动词保持，那么 in 呢是个介词，是在什么什么之中，对吧？那么也是指的在一种什么状态之中。这个 touch 呢是接触、触碰，我们用手去摸，用手去碰，我们保持在接触的、触摸的这个状态，我们要保持联系，对不对？Time is money. Time 是时间，意思是money 是金钱啊，时间就是什么金钱啊。所以现在呢，咱们把这个再读一下啊，咱们慢慢的读一下啊，这样的对它的发音呢有一个了解啊。这个是 of course, of course, certainly, certainly. It's okay, it's okay. Slow down, slow down.Hurry up, hurry up, hurry up. Take care. Do you have $1? Do you have $1? Do you have one quarter? Do you have one quarter? Give me $1, please. Give me a quarter, please. I'm homeless. I'm homeless. 有人呢读成 less，有人读成 lease 都可以啊。比如说 I'm homeless, I'm homeless 都可以。I need your help. I need your help. Do you have a cigarette? Do you have a cigarette?Do you have a lighter? Do you have a lighter? 注意，英国人读英语呢，比如这个打火机，最后这个 a 这个音呢，他们读成 lighter， 他这个舌头很平的。老美呢，他们读成 lighter 啊，卷舌。但是我不喜欢卷舌，觉得比较累啊，所以我就按照，英国人的这种读法，就是读成 Do you have a lighter？而不是 lighter 啊，不卷舌。It hurts, it hurts. They hurt, they hurt. Try again, try again. Try one more time, try one more time. Watch out, watch out, watch out. Be careful.Be careful, be careful. 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Bottoms up, bottoms up, bottoms up. Cheers, cheers. Don't move, don't move, don't move. Guess what? Guess what?Guess what? I doubt it. I doubt it. I doubt it. I think so. I think so. I think so. I'm single. I'm single. I'm available. I'm available. I'm available. Coronavirus.Disease 2019 COVID-19 对不对 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Keep it up Keep it up Keep it up Never mind Never mind Never mind Let me seeLet me see. Let me see. Let me have a look. Let me have a look. 啊，有人呢读成 look 啊，有人读成 look 啊，都可以啊。Let me have a look. No problem. No problem. No problem. That's all. That's all. That's all.Time is up. Time is up. Time is up.
What's new? What's new? What's new? Count me on. Count me on. Count me on. Feel better? Feel better? Feel better? I love you. I love you. I'm his fan. I'm his fan. I'm her fan. I'm your fan. I'm their fan. I'm their fan. Who is calling? Who is calling? Who is calling? You did right. You did right. You did right.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Enjoy yourself. Enjoy yourself. Enjoy yourself. Excuse me, sir. Excuse me, sir. Excuse me, sir. 啊，有人读成 excuse，有人读成 excuse 啊，都可以啊。这个要求并不是太严格。Excuse me, sir. Give me a hand. Give me a hand. Give me a hand.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I have no idea. I have no idea. I have no idea. I just made it. I just made it. I just made it. I'm in a hurry. I'm in a hurry. I'm in a hurry. It's her field. It's her field. It's her field. It's up to you. It's up to you. It's up to you. Just wonderful. Just wonderful. Just wonderful. What about you? What about you? What about you? You owe me one. You owe me one. You owe me one. You are welcome. You are welcome. You are welcome. Any day will do. Any day will do. Any day will do. Are you kidding? Are you kidding? Are you kidding? Congrat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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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mean it. I don't mean it. I don't mean it. It sounds great. It sounds great. It sounds great. It's a fine day. It's a fine day. It's a fine day. So far, so good. So far, so good. So far, so good. Is it yours? Is it yours? Is it yours? That's neat. That's neat. That's neat. Are you sure? Are you sure? Are you sure? Do I have 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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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t? Do I have to do it? Do I have to do it? He is my age. He is my age. He is the same age as me. He is the same age as me. He is the same age as me. He is as old as me. He is as old as me. As old as me. He is as old as me.
啊，这有点快啊，其实还要慢的读比较好。He is as old as me. Here you are. Here you are. Here you are. 啊，No one knows. No one knows. No one knows. No one knows it. Knows it. No one knows it. No one knows it.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What a pity. What a pity. What a pity. Anything else? Anything else? Anything else? Do me a favor. Do me a favor. Do me a favor. Help yourself. Help yourself. Help yourself. I'm on a diet. I'm on a diet. I'm on a diet. Keep in touch. Keep in touch. Keep in touch. Time is money. Time is money. Time is money. OK，今天就是学了这么多句子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拜拜。